你好，我是60年的鼠。老鼠。老鼠。啊，想看什么？想看鼠的脸色。60年属老鼠的是吧？啊，对。想看图腾，想看身体还是看事业？身体，灵性也有，要看灵性。你注意啊，你属老鼠的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老鼠吧，肚囊很大，说明你的肚子太胖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属老鼠的老鼠啊，现在我看头晃来晃去，也就是说它的气量比较小，你以后气量能不能再大一点呢？好不好？还有啊，你自己知道你现在的身体主要的问题是在心血管系统，就是比方说血压啦、血糖啦，或者心脏啊这些方面的系统的毛病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个老鼠要多喝水，你现在命根当中有点缺水，你水喝的不多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好了，其他的呢要记住，你这个人老有贵人帮助，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一些阻碍的时候，就突然之间会有人来帮助你了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好了，我想问我是生了60年属老鼠的。什么？他有灵性吗？60年属老鼠，他有没有灵性？只能看一看了啊。好了，你先生有灵性。好了，我不想多讲了。他活的东西接触太多，明白吗？所以。每天念48次往生咒，好不好？替他念最好，他也要相信。如果他一点不相信，你替他念就等于你的先生肚子饿了，你替他吃饭，吃饱了之后问先生你饱了吗？他相信的，相信叫他也念，你帮他多念他少念没有关系，一定要念。那我自己也要念他。你当然要念。我念多少次那个大悲咒？你念21次大悲咒，21次心经，好吧？好。谢谢。心中，他叫我善待众。